好，来看到是主演呢，逆光飞翔获得釜山影展观众票选奖的张荣荣已经宣布了婚讯，不过她的怀孕传闻也是没有停过。今天她出席活动时，仍是相当低调。因为喜讯一直频传啊，就也很多人说是不是有了这个运势这样子。其实我现在重点真的是在筹备婚礼，那。 另一方面，也就是在想着自己到时候的蜜月旅行要去哪里，所以其他的还没有那么及时。还是你自己可以动。其实我真的没有变胖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就服装做太多的联想，因为。